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啊？哎，过来！哎，别怕，你马哥出身高门大户，不会轻易吃人。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欺心。我所求之事，不敢托付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如焚，需即刻启程，就此别过。